106年度新北市银发大学院新学期已经开班招生了，只要涉及在新北市年满55岁以上的长者都可以报名参加，而年满58岁以上的长者还能够优先录取。课程丰富多样的新北市银发大学院又开始招生，只要是涉及在新北市年满55岁以上的长者皆可报名，58岁以上的还有优先录取权。透过线上报名的方式，让很多银发族的长辈更方便。不过当然也会有一些长辈说，那可是我不会用电脑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哈，那我们也有到现场报名。那么线上报名呢，我们是从礼拜一啊到礼拜五哈。那至于呢这个现场报名呢，我们是开放在3月初的时候让大家来做现场报名。课程内容有电脑教学使用、国台语歌唱班、日文英文基础班，还有国画智慧型手机等，学费从350元到500元不等。今年呢，把我们1000班呢翻成2000班，所以我们可以容纳呢有6万位哈这个学员可以进来做我这个相关的学习，提升银发族精神生活品质。新北市银发大学院让阿公阿嬷们都能享受快乐的退休生活。记者陈明辉带华新北市采访报道。